这一棒打出去，有没有机会来策动一个 double play 呢？有了，463的双杀出现啊，化解了后续的一个失分危机啊。不过这个冠军中信兄弟呢，靠着安打的串联啊，先取得点1-0领先。都是相隔了超过20年以上，这一棒哦打平的了，出局回不去了，double play。哇，这个 double play 还没掉分，那更好。有时候有效，换了这个詹子贤连续上垒的这个情况，而且其实詹子贤打得很好哦，说打滚地三垒都还会往本垒这边来，一定会往本垒这边跑，平飞他不敢动。出棒平飞球直接被没收，果然换了投手之后啊，这个球路啊什么都会有一些不同啊，会可能就没有办法再那么有效的9-1连线了。那我觉得一样是左投，今天林子伟笑出了过他，这个王一正自己也知道。哦，有这个反手接，对于我们看会觉得不容易，可是感觉陈俊就觉得接得很轻松啊。最厉害就是这么近身的弹跳了，手套一摆啊，就准准的弹进去。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弹跳离陈俊秀的手套有多近。而且陈子豪在打哦，他这个球击球出处肯定是非常快的哦。出棒哦，拦住了，先传到二垒，再传一垒。这球好球！哇 ，double play 得分。